陈自瑶独自给女儿庆生，十岁女儿罕见曝光，王浩信再次缺席。4月27日，陈自瑶在社交平台晒出动态，配文：“祝我的小天使十岁生日快乐，太爱你了。”原来是她给女儿庆祝十岁生日。画面中的女儿穿着蓝色的 T 恤，拿着气球，被坐在地上，屋子里也是精心布置了一番，除了气球之外，还有生日蛋糕。陈自瑶也晒出了自拍照，长发披肩，笑容灿烂，就像回春了一样。不过画面中并没有王浩信的身影。不止如此，在去年女儿九岁的时候，王浩信也缺席了。这次陈自瑶晒出庆生照片后，也没见王浩信互动，不知道他是没有看见，还是忘记了。自从王浩信跟蔡思贝传出绯闻后，虽然也拿到了视帝的宝座，不过却多次被网友吐槽，很多人都替陈自瑶抱不平，两人就算有同框的机会，气氛都非常尴尬，都不愿站在一起，也不知道现在两人的婚姻状态如何。不过陈自瑶还是挺不错的，近段时间也在忙着拍新剧，开始努力搞事业了，状态犹如少女一般，非常的漂亮。